喂，新好，我是金公公，坚果大学的三楼的新家的护理室，在护理室呀，看一下卫生间，卫生间洗澡护理水好呀，这洗脸台马桶新房，第一次来这房子是这样的，衣柜、电视、书桌、无线上啊，还有空调，这个一个。小阳台、铁阳台也可以，这是建国大学。找房子这样中门，外面出去看一下房子。哦，这个挺好。这里有一个鞋柜，当然有密码锁。找新的洗衣机，这个水压肯定很好。哦，煤气灶养着，然后这新的一个冰箱，挺不错的房子。房子这样进去。门关了，房子这样起飞的。门关了，房子这样起，这门关了，房子这很安静的。新家第一次入住，很安静的，挺好的。这我是金公公电梯楼。